哎，你在等车吗？啊，我等朋友。你等朋友是吧？对。我不是看你走过我要等车吗？嗯。我他妈觉得你是个正妹。嗯。过来搭讪你一下。谢谢。是不是有点突然？有一点。我长得很大只。就比较就不是小女生吗？嗯、对不对吗？谢谢。我是南京人。但你说话口音不像南京人。像哪里？像一个南方的，但是像的北方的风格。我很。啊，差不多了、嗯。我很不北方，很不北方。我看你半个脸，觉得挺好看的。这样嘞，不错，谢谢。没有低于我的预期。谢谢。走之前能不能加你个微信？可以啊。知道为什么加你微信吗？嗯。以后可以约你喝个咖啡什么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找我吧。哎，之前有男生来搭讪过你吗？很多、啊。正常的是吧？对。但是很多可能只是加了你微信，然后跟你聊一聊就没有别的了，是吧？对，一般我喊不出来的。我是，你说我是 Celia 也可以，我其实我先跟你说明啊，嗯、我不喝酒。哦，你不喝酒？我也不抽烟。那你在这里是？不喝酒就不能来玩？可以来玩，但是你不嗨呀、啊？嗨、啊。嗯，我也可以嗨。可以嗨，就是不喝酒，不抽烟，嗯，不吸毒，不赌博。不吸毒这个倒是没想到。只有一样。只有一样什么？能猜到吗？只有一个嗜好，健身。你太佛系了，他妈还健，好色。哦，很正常。猜到了，对不对吗？猜到，很正常。你有你不上镜，看上去很老。这个看着，别人以为像三十五六岁呢。像，对吧？像是被社会毒打过，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你本人比你照片要年轻。我们下次可以约在硬九九。硬九九可以啊。因为刚好在这个之间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到时候再聊。对，好，那我先走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。嗯，拜拜。